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2月26日讯，山东男篮发布公告，思坤正式加盟球队，他将身穿21号球衣出战。公告原文，经友好协商，山东西王篮球俱乐部与思坤在 CBA 注册窗口期正式完成签约。思坤将身披21号战袍，代表山东西王男篮出战 CBA 联赛。思坤1995年2月27日出生于河北，中国职业男子篮球运动员，司职前锋。2018年选秀大会，思坤在总第32顺位被龙狮篮球俱乐部选中，为广州龙狮效力的三个赛季共出战61场比赛，在场均出场 14.7 分钟的时间里，可以贡献 4.5 分 1.6 篮板。欢迎思坤加入山东西王男篮大家庭，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携手球队取得好的成绩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